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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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小心小心。安检所于昨日中午接获通报，在阿朗尼古道有一名女性团员失足摔伤。安检所获报后，随即与第一机动巡逻站编组前往协助，在步行30余分钟后，与该健行团会合，检视其伤患情形，确认意识清楚，右手患部已由导游实施简易固定。因伤者有体力不支状况，本队随即以长背板将其抬出阿朗尼古道蓄海端，交牡丹消防分队送医治疗。后续诊断结果为右手肘脱臼，已由医院治疗中。家属并十分感谢海巡署弟兄的帮忙。南部分署第六岸巡队呼吁民众，在海边岸际发生任何危难情势，可透过海巡署118服务专线，本署将于第一时间投入能量执行救援。